很高兴见到你。我也是，我也是，见到你我很开心。一定要保重呀。啊，谢谢。 吉祥物，我们在设计之初和在发布的时候和后续的工作中都严格保持它不会说话的特色。它会咿咿呀呀的出声音，但是它不可以说话，也不会说话。它是这样的一个，这是国教委会的一个惯例和要求。我们组委会一直在保持这样的规则。